那我直接过去吗？有的。好哟。QQ1在哪里？QQ1在哪里？QQ1差不多这个位置。那附近你们看一下。好哟。就我们当时刚刚破的。雷呢？就避免交火去了。Copy。五发应该就够了。雷。他进攻可能如果可以就多带一点。啊，热神像。有吗？我们的人回来了吗？我在旁边而已。那个队长有给，可是有点急的。鲁拉嘞？鲁拉有回来吗？有没有看到鲁拉？你没看到他？我们应该是左边那一台吧？我不知道。对啊，妈的，开镜画面超糊哎。那、啊、国军，那、啊、国军照的这台，这台 我开过去，然后你们一样装上去。国军的瞄镜是不是？开镜正在跌，那个画面视野跌 buff 的。来我，来到 check， 放车。有啊，鲁拉，我把车子开过来了，在那个灯旁边。OK， 开走。你没有给啊？没关系，我们有一个精英步枪。我更需要你的步枪。车子满了，车子满了。给，给你收我们家干嘛？好啊。我大概把车寄给他了。哎，这把就来再消音器。可以。你知道这个消音器告诉我说我得付费买 DLC。消消你们前往到我们东北方向 QQ 驻点，全程被动开火。这是我说的。部分人不行，那个车子晚点再过去，我怕声音吵到他们。作品啊！快速人下车，步行到 QQ。QQ 二吗？杨迪说怕引擎声吵到他们。不要去出发。好像都没有。四句没看到。这次蓝组那个 Warrior 你还活着吗？欸，OK， 这一支拦阻我们准备好，我们可以直接步行至 QQ2。对，现在立刻马上。拦阻往东南方前进，跟我走。东南。不好意思，反了，我开 GPS 反了，东北。走下去。其他们不会搭车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接到命令步行，说怕车子可能会吵到他们。
加 QQ 二再跟我讲。超亮的、欸，那二三无线电测试，我有感受到越来越亮。你根本不用带夜视镜。这次拦阻我们路程已经过一半了，大概在十五秒后抵达 QQ 二。不懂。按照这个速度。导演请，大家作品。当二平无线电测试。收到，收到。有彩蛋哦，在哪里？因为你们上 QQ 二之后，帮我。我瞄一下那个 A 二附近有什么怪东西，帮我标起来。收到，这一次拦阻我们抵达 QQ 二，然后请重复一次，你是说往 A 二做侦查？收到。塔上面有人，有看到了。先守在这边哦，我那个印度人。啊？你在石头上面是不是？哎。我看到塔上有两个，有。这一次拦阻回报，我们目前看到那个黄色的那种大型起重机上面有敌人的哨子，守卫两名。哨子，哨兵，有一个是哨，有一个是点五零。有哨子，那有面吗？有一个是点五零，重复一次，有一个是点五零。放在地图上标起来吧。印度人有办法做标记吗？啊，好像已经有，好像已经有标了。我们没有望远镜，要怎么标记？没有，那个没有。有啊，然后用那个、啊、三角定位、啊。我是瞎子。注意，我有我记得阿玛山原本的不是这些树叶不会动吗？怎么现在树叶都会动？276公尺，对，位置正确。这次拦阻那个女仆确认那个起重机的位置是正确的。你们帮我往西北方有一个凸起来的小山丘，帮我上去看看好吧，能不能视野好一点点？鲁拉，不好意思，你是指派哪一位？都上去看看吧，大家都看得到东西比较好。收到。啊，被照在手。好，那拦阻跟紧我，我往北侧。然后 Kero 蹲低，蹲低。趴下，趴下，趴下、哦。然后对，然后散开一点，散开一点。东北侧的建筑群是我们的目
不是，那不关我们事情。这边是蓝光回报，土丘西侧有巡逻队在蚌壳的前面。有，刚那个优雅有不要动，继续看看。有人，四个人。这里是蓝组回报，东侧位置这边视野不佳，可能要交给你们那边去做侦查。并没有，好吧，没事，那就这样着。这次蓝组回报敌人进入警戒状态哦。我开，上面点我点。那边交给他们，因为所有人挤在上面应该会被集火，像现在这样。这里是蓝组女仆，询问遵循我使用高爆弹攻击那个重机枪的建筑物吗？可以，嘿，收到，清空。命中，确认机会。到医疗的，到那个山坡下面。OK， 蓝组，我们转移位置，往西南侧。部署在这个位置，我们现在这个位置趴着。这一次拦阻，我将涉及敌军所在建筑物用高爆弹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方位西侧，稍稍瞄准，开火，命中。再一发，清空，清空，清空，确认命中。威柔，我从你身上拿弹药，你帮我警戒一下。喂，感谢。这次蓝组回报，那确认建筑物的敌军消灭掉了。再往南侧，再往南侧绕过去，然后不要踩到给肉了。然后看到敌人了，
道呼叫拦阻。这些拦阻超收。包含。等我一下，干嘛？我从你后面绕过去。扶你们的位置。我在你们的南侧，距离50公尺以内。假枪没有归零归零。打在那个点的下面的位置。聚集区。那个可能因为有风偏啦，它风有点强嘛。夜视镜可以关了。我从没开过。盖什么都那么亮。呼叫各组，我们直接进 A 二，往西北方移动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先往西。309方位的掩体里面还有敌机。有看到我的异光弹吗？这个位置。这边有敌军，这一次拦阻回报309方位西北方，你们要进入的建筑物还有敌军，我们这边在做压制。不错。点射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白色帐篷那个建筑物。我需要你到 A2 的位置，带着 AT 上来。收到，拦阻往前推进。继续走。鲁拉，你还活着吗？我还活着，我需要你们带 AT 来 A2。来了，过来了。男主抵达你的位置，在你后面。到他上这个土丘，看和敌人的。建筑我防御公司，你再用 AT 处理它。可以啊。空组就轰来两组，我先。收到清空，清空。你希望我从哪里射击鲁拉？不用，你先自行观察。不过没敌人，没什么抵抗力。注意一下西北侧那个运输车，那个什么工程车后面。哎呦，打仗了！倒车下去有点物理。玻璃波。收到，看到了。那我们家人挑逗那点点物理，给女仆创造机会。清空，200公尺。有，再来一次。收到，通行中，准备好了。清空，开火。别想，我没用绕的。要救，我这边再一发。OK， 你们赶快绕，他现在那个火力被我吸引过来。头蹲低，沃瑞尔头蹲低。楼梯。左侧。
不要绕五秒，不要动，不要动。进攻，进攻，进攻！注意一下，外围有人在绕。一个人打那个，你不要打。投低一点，投低一点哦。鲁拉，你们还活着哈？鲁拉死了。对，我们还活着。没有，是印度人死的。也是印度人死的。OK， 那个沃伦，还有 Kelolo。哎，嗯，从西边绕到前面一点的土丘 ，OK 吗？我这边会有你。啊、然后上那个威尔，你跟等一下哦，弹药快没了。哎，啊，你火箭弹弹我身上。我要原地跑。我也原地跑，是是不是？我弹药。哎，等，爆了。等一下，你要相信一下。一直在断的情况下还可以。哎，我还在，请说。没。鲁拉，有收到吗？哎，请说。哎，你们伺服器有回应吗？哇，伺服器中，伺服器炸了，伺服器炸了。啊，那我先去上个厕所哈。刚刚表现不错，各位。